失眠、多梦、夜半就醒、入睡困难，白天体倦乏力、心烦懊恼，周而复始越来越难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失眠贴，不管你是失眠一个月还是五年，睡前半小时脚底来一贴，一贴酣睡八小时，休息得好人就精神，人精神了事儿也就顺了。纯植物更健康，男人能用，女人能用，家里老人也能用，贴上之后透气不闷。